大家好，我是斜纹夜蛾，人们亲切地叫我害虫。今天我要为我家族狡辩一下，我们可不是害虫。我们从不挑食，甘蓝、花椰菜、豇豆都是我最爱吃的，人们称我们为史上最强吃货。老是怪我吃太多，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。我不过是为了生存，怎么就是害虫了？我们随遇而安，有近390种植物都可以成为我的家。我们特别喜欢交朋友，短时间内就可以叫上我兄弟们吃一顿自助美食大餐。难道喜欢呼朋唤友也是一种错？而且我们为了保持蔬菜的颜值，都是在蔬菜叶片背部产卵，吃点叶肉留下表皮，这就是害虫了。